紫微斗数同步断绝，创办人方外人，他说他所创造的公式放诸四海而皆准，只要是你命中是有的，你要紧紧的抓住，你娶了谁嫁了谁都一样。而这个同步断绝可以用在六亲，你都可以透过同步断绝而运用替代方案，让你的人生成为低等好命的人。今天我们先讲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配偶夫妻，应用这个同步断绝没有可以隐瞒的。正片开始前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哟。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紫微斗数讲座。我们在第十二集谈到以生俱来的姻缘线，第十三集提到你后天本命盘的八个格局的姻缘线，十四集提到了你没有先天的姻缘线，后天的姻缘线也没有，还有一个就是在你每个十年的大限之中，你可以抓住机会找到你的良缘。这一集我们接着来讲，看你的夫妻功成名就或是富贵贫穷，命盘是你的，因此你跟谁结婚都一样，都躲不过。今天我要介绍下来的公式，你只要拿你身边熟识的朋友加以印证，没有什么可以隐瞒，这样子你就能够掌握你跟你的配偶共度最美好的人生。公式一，用你命盘的夫妻宫作为本宫，也就是第一宫，用夫妻宫的宫干起化禄跟化忌，化禄挥出去进入哪一宫，就表示你对这一宫的现象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热爱，非常的钟情。记得这是化禄。第二个宫是夫妻宫的宫干挥出去化忌进入哪一宫，就表示你对那一宫非常的西丢，非常的执着。第二个宫是用夫妻宫的官禄宫在圆盘的福德宫，福德宫所挥出去的在你夫妻宫的哪一宫，就表示你的配偶有光明成就。接着福德宫宫干化出去的在你夫妻宫的哪一宫，就可以看出你配偶倒霉事都跟着他是哪件事。因此这四个宫是决定了你的配偶是功成名就、富贵贫穷。案例1936年生的男性，我们先看他的命盘，交友宫的宫干是丁，丁挥出化忌忌门进入命宫。我们在十二集的时候特别提到，这是前世的配偶，而且呢在交友宫有阴煞，一经结婚就启动业力因果。因此呢，当他的大限走到54到63岁走交友宫的时候，为了避灾而进入庙中修行十年。我们立马看他的夫妻宫，人干呢挥出化禄天梁进入夫妻宫的官禄，也就是圆盘的福德宫，这表示配偶非常的热衷于他的工作。但是夫妻宫的人干挥出化忌无起进入夫妻宫的交友，就是圆盘的田宅宫，他对朋友非常的稀丢，冲水冲夫妻的兄弟宫，圆盘的子女宫，兄弟代表成就，被冲就表示无缘。因此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夫妻宫的人干天梁化禄对工作非常的热爱，非常拼命的工作，但是无起化忌进入交友宫，
对朋友西东，朋友叫他做什么，他都没办法拒绝，因此就冲了兄弟宫。兄弟宫代表成就，因此他呢一生为朋友当掉了工作，被朋友倒债，因为这样子娶到这样的老婆，让他焦头烂额在收拾他的烂摊子。接着我们来看他的福德宫，福德宫就是夫妻的官禄宫，宫干是甲干，记得了，甲干挥出的是廉贞化禄，在夫妻宫的父母，圆盘的兄弟宫，表示配偶是一个有光明的人，无论读书工作他都可以做到功成名就。接着我们来看他的甲干，挥出的化忌太阳在夫妻的迁移宫，圆盘的官禄，表示他的配偶在外面的人际关系冲了谁？冲了夫妻宫本宫，就冲了夫妻宫本人。你看哦，他在外面的人际关系一冲他本命，让他产生严重的破损，他就必须为他的配偶收拾烂摊子，负债累累。福德宫的化禄进入夫妻的父母，表示光明。事实上，他的配偶从读书工作都很有功成名就。接着我们看化忌，甲干，太阳化忌在夫妻宫的迁移，迁移宫代表了社会活动以及人际关系，他的配偶非常的活络，社会关系非常的良好，但是太阳化忌冲了夫妻宫，就是迁移冲了夫妻的本命，倒霉事就发生在他的社会人际关系，而冲了他的配偶，就是冲了他夫妻的本宫，也就是说他的太太他的配偶没有能力收拾，最后还是要他出面来收拾啊，弄得几乎倾家荡产。案例二，1961年生的女性，生年是辛干，忌门化禄进入夫妻宫，表示以生忌来既有先天的阴影线，忌门化禄也表示配偶是个言之有物的人。接着我们来看他的配偶的为人处事，那就要从夫妻宫的宫干魁干化禄破金进入夫妻的极恶，照的夫妻的父母，表示配偶是个有光明前途的人。我们看这位命主的事实上的配偶，年轻就当了主管，一直到高阶职务退休都在公务部门。接着我们来看他夫妻宫的宫干是魁干，魁干呢挥出化忌贪婪进入夫妻宫的兄弟宫，表示他的配偶是一个对兄弟姐妹父母尤其是母亲非常的惜忠的人，也就是说他的配偶对于兄弟姐妹对于母亲是一手包办，因为这样子所以当然就冲了夫妻的交友，他的配偶在外面是没有什么朋友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还有兄弟宫呢又代表产品，他这个配偶对他自己研发的产品非常的执着非常的用心，因为呢冲交友，交友宫又代表交易宫，但他只研究不会去跟人家交易，也不会拿来卖钱，事实上就可以从他命盘夫妻宫的宫干化禄跟化忌表现出来的迹象公式对应他的夫妻的他的配偶的为人处事的事实是一致的。接着我们来看他配偶的印图如何，看印图注意了，一定要看夫妻宫的官禄宫，也就是他圆盘的福德宫的宫干是丁干，丁干飞出太阴进入夫妻宫的夫妻位，
也就是延命盘的财帛位，那么就造了夫妻的官禄哦。这个表征是什么？表征就是说他的配偶会在公务部门或者是国营部门工作的，如果他做对了，这个工作就会功成名就。接着我们来看夫妻的印图，当然也要看夫妻的官禄，当然就是延盘的福德位，也是丁干，挥出了化忌忌门，进入了夫妻宫，表示呢，他的配偶工作是非非常的多，公务缠身。第三个案例，1954年生的女性，吉二宫表示前世的自己是己干，文起化忌进入夫妻宫，表示自己找的配偶有姻缘线。文起化忌表示什么？自己找了配偶，自作自受，厌不得别人。第一，我们来看他的配偶的为人处事是个怎样的，当然要看夫妻宫的人干。夫妻宫的人干飞出化禄是天良星，在夫妻宫的田宅圆盘的父母，表示呢他热衷于家族，热衷于办公室的事情。事实上这位命主的配偶非常的专注的在办公室研发了很多专利，哇，做了很大的事业。所以你看化禄哦，热衷热烈一点都没有错。接着我们来看他夫妻宫一样是人干，飞出了化忌午起哦，在夫妻宫的夫妻圆盘的财帛，无其化忌就不利感情，不利财务，不利事业，不利工作。这样的一个迹象表示呢，他因为热爱工作，却在自己的财务上面、感情上面、工作上面制造了很多问题，需要这个命主来帮他收拾烂摊子，还真的很累，到现在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啊。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位命主配偶的印图怎么样啊？印图当然就要看夫妻宫的官禄啦，就是延盘的福德是丙干，丙干挥出化禄天同，在夫妻宫的子女宫，子女代表什么？代表他只管生产。天同星很任性，那他这个配偶非常厉害的，研发跨足各领域的投资，他的印图哦，很会投资，很会发明。那我们来看结果，由福德宫呢挥出了化忌连贞，在夫妻的迁移宫圆盘的官禄宫，表示在外的人际关系冲了自己，就是他的配偶，再加上连贞化忌，不得了。连贞化忌最凶，因为连贞是五鬼火，代表五鬼缠身，他在外面的人际关系、交往、交际，这些人都跟鬼一样的来吸他，再加上阴煞，那不得了啊！五鬼带动阴煞业力星，最后从年轻到老，投资到现在一败涂地啊，这个就叫迹象跟公式。切记迁移宫冲命会造成自己严重的破损，那当然他是命主的配偶，也要努力的帮他收拾烂摊子，到现在还在收拾，跟第一个命例是一样的。下一集我们将会依照同步断节跟你讲，你如何跟你现在同居或者已经结婚的伴侣好好的对待，用什么方式对待？一样，用公式，用迹象。等你了解了这个公式跟迹象，你就会对你现在生活在一起的人好好的相处，好好的对待，这样才能够创造双赢的美好的生活。祝福大家。